中俄神车，中国最牛大巴从大连到西伯利亚即将在近期出发，敬请期待。青春没有售价，铁屁股直达西伯利亚。嘿，秃峰，当前坐标大连香炉礁宜家旁边的旅游集散中心。香炉礁旅游集散中心是中俄神车的御用始发站。中俄神车从大连出发，经满洲里出境，穿过草原森林，绕过贝加尔湖，连开9天抵达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。那么我们也是专程赶到了大连，想看一下这个，哇，就在这里，看到了吗？大连到西伯利亚。那么跟着我的镜头，我们这个应该不能进去吧？摸人管啊！进来，哇！中国最牛大巴，大连到西伯利亚，全程9天，票价9000，运行5500公里，有谁想试试吗？来来来，我们凑近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车有多豪华。来来来来，哇！好像真的不错哎，挑高车厢带厕所，航空座椅可躺平，然后里面也是地毯啊什么的，特别的豪华。OK 啊、然后就是后面啊、它这个车身后面介绍了这车还有其他的，这个是快乐驾驶，这个是头顶开花啊、这个是冰镇饮料，冰镇饮料这个可以躺平啊、这个是激情电影啊，不是啊、那个反正就是电影啊，可以看电影。OK， 不过建议蠢蠢欲动的各位千万别蛮干，先去健身房练一练，毕竟一屁股得坐9天呢、啊。同时，因为要连开9天，司机室也是非常贴心的，给司机师傅准备了急救箱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？车也是好车啊，安心车凯旋路，来自安徽合肥的高级货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参观完了，然后就在近期，我们即将开启中俄国际道路运输试运行的活动。好了，今年也是中俄文化，今年也是中俄文化年啊，所以大家这一路呢，应该会有不同的感受。所以大家是不是很期待这9天9夜的奇幻之旅呢？可以在评论区把你认识的铁屁股艾特一下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参观就到这里了。就是近期发车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最新消息，据说明天就将举行首发仪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谁能一屁股坐9天呢？